我们罗娜在哪里？该不会对我们罗娜做了什么吧？你干脆杀了我，不要伤害她。我要让你也经历丧女之痛。是今天晚上的飞机，一起去美国吧。我会等到你来为止。拜托，请你住手，救救我们恩熙。我要把过去收集的证据全交给警方。如果你真的想保护恩熙，就认罪，接受惩罚。朱丹泰已经被吴雨熙勾走了，不可能。就为了那种男人，让恩熙变成那样吗？好可怜啊。帮我除掉沈秀莲。是要我杀沈秀莲的意思吗？吴雨熙，说清楚为什么跟这男人在一起。快点放开我的女人。媒体专科打卡定 Penthouse 上流社会，本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精彩大结局。